先测量。
底盖记得。蛋姐，你看有人拉的好像有一套。你们的需求都有了，人家记者现在会帮你写，但是没有了，你那边没有了。工程瑕疵，第一没有工程标示，第二没有工程范围，第三没有安全围篱。来拍，我们拍一下，拍一下施工围篱放在旁边电线杆的样子哦。还没断电要怎么拍啊？有没有施工安全？没有断电就要拆啊！施工人员未佩戴安全带，第二未戴护目镜，第三没有安全围篱，施工危险行为。那咱们有咱们保修的条件跟别人。下雨哦，你小心滑哦，不要跌倒哎，躲下来就好了。